这个南瓜长得挺壮。轩娃子妈妈把南瓜摘掉，给外婆拿去，还给外婆摘几个茄子，把它装起来准备走。我在嘎嘎去，我看嘎嘎。喂，你莫听，你走路又不方便，你别走呢。我找到回来。等了好久，公交车来了。还好公交车上没有好多人。坐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外婆家，这时候外婆正在做饭，把南瓜放到桌子上，就给外婆说：“给您提了几个南瓜。”外婆给妈妈讲：“我切了几个土豆煮汤。”我喜欢吃南瓜就煮在一起。外婆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做事的时候很麻利，很熟悉。